不不不，这是我朋友啦，也不喜欢食饭，我是爱看一个朋友。嗯，哎，倒过来是我跳的。我讲啊，啊不不不，不是多格拉斯，是雷蒙，雷蒙的好朋友了，雷蒙的拜把子。我没管过伊啊，啊，我没管过伊啊，没得阿个去啊。哎，我上次在监察院看过他了，穿了一身裙子嘛，好长的裙子啊，头发留得好长，我看了他妈就作呕啊。哎，你平常说你咋不咋不哎？对啦，伊到底是咋不咋哦？他生理上是男的啦。伊是查甫的，啊，但是伊的倾向是查某的。伊是查甫？伊是查甫，又查甫，又查甫的，迄个生殖器了。我讲比较快了，生理上是男的啦，心理上是女的啦。对啊。他，我昨天哈，我昨天就看出来了，我昨天还特地哈讲出来。他的互相的比较，比如说哈，他的年度预算210亿啊，警政署260亿啊，警政署还要养中央林口的中央警官学校加哈加那个木栅的警察学校了，可是唐凤那个数位科技发展部哈都不用养，他一年到头哈每天都有至少两个人在出差了，而且他们出差哈报公账全部都用贵宾。那个飞机哈，都是坐那个贵宾座了，什么东西的，很啊！我跟你讲哈，他们这些人哈，真的，我是哈跟立法委员这边没有熟，不然的话哈，爱给他找了，把每一个人哈那个单位的组织图拿出来，每一个组织里面干的任务执掌，每一个人的任务执掌通通交出来。现在在监听还是违法的呢，他们都直接哈亲门打火呢。而且进入哦，教育部的学术网路，哈，教育部学术网路，哈，好，那个和平东路那个哈，一进去哦，老的哈不随意各位通通下指令的，把哈，彭政的收视率，像我的收视率哈，以前哈，在2020年哈，我每个礼拜五晚上6点到8点，我就去凯道。跟228公园门口，甲这个蔡英文请安，贾博士真骗子，我逐礼拜去，那个收视都平均都15000人，留言哦都50个，他们张那个谁那个唐凤他上来以后呢，把我的收视除以一百，那个留言板哦，全部哦不超过5个人。而且哈，我一看他讲什么，讲什么哈，嚯，讲那个话，什么气红杆呐，什么东西的，都是这种，嚯啊，我也听不懂什么叫气红杆，对不对？香港的什么啊，意思？对啦，啊，都留我的好朋友哈，Raymond 哦，在上面哈留话留了6次，写了一堆留话留了6次，都不见了。啊，Raymond 跑来跟我讲说，Raymond 跑来跟我讲说。曾博士啊，你的留言板都不能用嘛？我说我也没办法啊，这些气红干的人干的事啊，现在台湾就是这样子啊。我是电机博士，我就单挑啊，他们这些人哦，都是哦，哎呀妈的，大吃大喝妈的。这唐凤哦，是蔡英文的什么东西啊？哎呀，我昨天面熟，也反正参考了大家哦。我给你送过啊，你看你有看我的迄个 message 给你送过，送迄个。哦，你有 message 是？嘿，好，because 哈，我们的群。无你看迄个 line 的 group 内底，我拢有送嘛。你拢无咧看，你拢干呐送咧互看了，你拢无咧看。哦，line 的 group 哦。错，我就知影你拢无咧看，所以我拢甲你 skip。但是今仔这我有甲你送啊，你好，我的 message 因为 because 哈，our communication channel 啊，好像是 message 比较 sensitive。无啦，迄即种是公开的，迄嘛，伊都十一点要当地欢迎，要示威嘛。
十一点到啊，高雄才是一只巴士要落去，啊，我想奇怪，啊，较会北部台中年安公园有哪有咧动员啦 ？OK， 啊，刚我刚听到中年安尔，啊，但是啊无是我刚问伊，较我讲，啊，剩的拢无看，你网络顶面拢无看的消息啦。啊，我是想啊，但是真诶，因为我想我要来看一下，要来看，安尼我著爱为高雄坐高铁去哩咧，袂拜托我一坐高铁去。往后去，啊，去到地啦，那根本就无影的，我结束的。来回千四啊，来回千五。啊，来回千五，那是迄啦，无啦，但是走一撮，啊，结果大家也无影，讲免示威啊，到时嘛加走的。今仔日。啊，三月十八暗，有哪有要示？三月十八暗，因是要纪念太阳花十周年啦。OK。啊，太阳花没什么好。太阳花那些带头的林非凡现在都已经。我啊，所以因大概是要甲烧的款啦，都变作要甲烧啊。因为伊当时太阳花内底都唔是干那因哩几个尔，当然是带头啊。但是即摆因的主题，我那是要对这迄落亲戚那的位，我那是要针对这的人啦。现在啊、哦，现在绿色生力这边有分成两派的，一派是哈、哦、是哈、哦、要信任民进党的，一派是哈、哦、完全唾弃民进党啊，要信任民进党哈、哦、是以那个 Ted 跟那个 John 为主轴啦，啊哈、哦、要跟民进党对干的哈、哦。是以陈永昌为主轴了哦，啊，两边哦，在我的记忆里面哦，两边都要干起来了啊，所以说、哦，我无咧什么咧信任民进党啦，你家咧，迄就是陈永昌的人吼、哦，伊无法度通去足人啊理性去看代志 ，OK， 就是讲伊家己迄种态度啊，伊看别人，人呐。人若是有讲到民进党安怎，啊是讲到嘿，啊伊就甲你推向一边去，迄种人无法度通真正正理性讨论代志啦。讲一句简单的是安尼，因为你加了时间嘞，你讲迄种人是加了时间嘞。阮头有咧什么咧支持信任民进党嘞？你甲你看我的文章就好，你看我的文章，特别文章内底拢话修理蔡英文的这个集团。我跟你讲哈、哦，时间在耗了哈、哦，时间在耗啊啊，他们哈、哦，哈、哦，他们在吃喝玩乐了啊，你们在耗，好，大家来耗啊，不要紧了，反正吃喝玩乐我饱饱的，到520我下来了，你们又奈何我，对不对？啊，赖清德是一直坚持说他要走蔡英文的路线呐，哦啊，我们是观望呐。伊哦，我来讲啦，这所以你就爱做个。伊今仔日开，伊昨昏开始咧修理唐凤就是蔡英文甲马英九用的人嘛，所以人大家就会起来立法院，你头先咧讲的无迄立法院，你的林俊贤夹唐凤夹到你唔知影 ，OK？ 你请人是伊一事无成，第二请人是伊乌白开钱，就你咧讲的，迄是乱开钱，迄种真正他。伊吼，你若去看唐凤的背景，伊毋是一个足正常的囡仔，伊听讲是天才啦吼。哎、欸，喂，等等，喂，等等，你讲这句话，我先拦一下哈。他的妈妈叫做李雅琴，是商周的副总编。他妈妈，我知了，我知了。我讲，你让我讲哈。哦，他妈妈对台湾的媒体文化太熟了，所以说他妈妈呢，去哈，买通了美国。日本的某一个小报，然后刊说啊，这个天才唐凤，然后台湾的报纸，台湾的大报再去 Origin 哈、哦，去 Citation 哈、哦，美国、日本的小报都，美国、日本的报纸都狂说唐凤是天才，才建立了唐凤在台湾的电脑神童的地位啦，啊，然后用这个东西呢，哎，唐凤再去拿那个。那个 station 就是 Sony 的那个 station 那个玩家的那种什么 virtual reality 虚拟实境的那些软体，那是已经是商业化的软体，
来这边晃两下，晃两下，然后蔡英文再晃两下，晃两下，他就变成商业那个电脑神童了。他的花机哈，他是国小毕业，他连国中都没有毕业，他是这种货哎。嘿啦，在咱台湾人讲吼，一个撩妹仔囝嘞，啊，他就因为哈，因为跟蔡英文哈他们的那个关系哈，好什么关系我大家知道就好了。然后呢，再让他母亲哦给他垫打基础，哈这样子 ，because。哎，有人都打电话给我了，啊，他们内线讲的，包括哈、哦、台大的论坛 PTT 里面讲的，我都全部把它引用下来的，就这样子。好，老伯，我就你讲。不啦，我紧啦，我爱讲啦，这种吼、哦，真特殊的人，就那你咧讲的，伊小学毕业尔尔，啊会当补到安尼吼，这就跟那时候迄落柯文良是还佫有高中的毕业啦吼。啊！那迄个王永庆，迄是小学毕业尔尔。我讲有即种离美国人来，知影有一挂较特殊的人吼，伊真正感觉社会无法度通融入这个社会。啊，伊是一个无法度通融入社会，那我咧甲看伊的迄个经历啦。OK， 不管讲你讲伊做因老母去甲做，这有诶物做袂出来啦。OK， 啊，所以来讲，伊是马英九的时代甲伊用的人。啊，然后蔡英文继续甲伊 promote，OK？ 因为蔡英文当时是用零钱嘛，啊，零钱就甲伊诱导入来蔡英文的体系内底。啊，蔡英文发现讲，哎、欸，哦，啊，这个是甲伊是共国的，共国的 ，OK？ 啊，所以哦，啊，继续甲伊重用，啊，结果伊是一个一事无成的。那你咧讲的，大概时间啊，会用做一寡只的，就那像你咧讲的。去攻击，当时攻击这个罗清德啦，用网军啦啥去攻击罗清德，罗清德哀到要死，罗清德这唔知啊 ，internet 伊哀到要死，哀讲不要拜托了，不要再攻击我了啦。迄、那个唐凤因这群人，因这个伊呢是加入一些骇客族群内底，因这群人去甲误会嘛，所以即卖是罗清德即卖因在修理唐凤，为怎你甲看昨昏的新闻？在立法院裡面你看看林志玲怎麼在修理還另外那個什麼、林志傑是吧，林志傑調他的費用，調費用的問題是比較嚴重，就是等於說你是怎麼開這些錢，他們等於一年啦吼，一年就12月日變一月日300的出國啦，啊每次的出國的用的錢吼都天文數字啦，天文數字啦，啊，迄是安那用啊？就是这种甲社会脱节的人哦，较会那么乌白母母这种代志啦。啊，所以伊经常会出代志嘛。啊，所以你唔免那么烦恼，讲我突然用罗清德，就是咧遵循这个迄落蔡英文的路线啦啥？你著点点啊看，我是感觉有当时啊吼，咱若对无自信的物吼，我是认为讲，你看这个人过去的经历。啊，这些经历你若感觉无啥物大问题，安尼个时阵，刘伯特给偏，benefit of doubt 啦，你来小可坐落来，小可看这个人，你予伊做一两回事，你就知影讲到底伊大概是会行啥物路嘛。啊，你即摆就袂前买，像你若讲像陈永灿迄时袂前买300年前，伊就讲，伊就已经知影代志啊，迄个我白来乱讲一条头 ，OK。我讲，我们不要讲陈永昌的事了，我们讲唐凤的事啊，哈，唐凤，我知啦，唐凤，你，我讲啊，唐凤，只因为他是蔡英文的男宠，蔡英文呢就 promise 他每年给他210亿，让他去哈招待他的狐群狗党，啊，我讲较紧啦，我讲直话啦，只因为他是蔡英文的男宠。哦，一年就有210亿。讲句不好听的，做一个比较性的引申哦，整个警政署才260亿耶，260亿，他还要养警官学校，还要养警察学校，几万个学生，那你说简直是哦，难怪哦，那个消防那个屏东的消防队，因为装备欠缺，然后呢就为国捐躯，引得咧包围行政，有关联咩嘛？你嘿，因的装备哈、哦。
上得了上得了台面上面的装备，全部都自己买呢。因为我们以前当过兵，我们知道有些装备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哎呀，还是自己买的比较舒服啊，比较好用啦、啊。那个公家花的都比较差啦。啊，那个消防署的怕会弯钢哦，哎，你看嘛，唐凤那种狗屁人，蔡英文的男宠，210亿一年给他花，让他每平均每天有两个人在出国，出门呢坐飞机都是坐那个商务舱，哎，啊，其他的人呢？啊、所以说哦，好了，参考了，来接着讲。你看、哦，伊一单给伊200几亿，迄是一汉瓜瓜 ，OK， 大家拢知影迄有问题啊。到底迄、那个背后是啥物原因哦？欸、我唔知啊。OK， 迄我听你讲尔尔，我唔知影讲伊个背后是啥物原因，但是我知影是无正常，就讲、是、迄是一个官专足无正常的。OK， 啊，所以起码你说你那个恶嘛。即马是赖清德的人在搞恶嘛，在搞恶这个代志啊！你另外你在搞恶啊！你昨日你个破昨日另外你诶质询，叫唐凤去你个去现场啊质询，唐凤根本就袂晓应啊！你来嘛，就是讲个那个国小程度诶、欸，国小程度诶、欸。嗯，对，我不管啦，我爱讲啦，不管你国小程度，你一个国小程度会当乌咖呢吼。表示伊有那种某种的特殊才能，较有法度任务啊。所以有当时啊，咱咧讲，的讲天才，有当时啊吼，伊是跟迄个社会脱节去啦。OK， 天才是讲伊某种方面，伊有作一个特殊的诶想法啦、啊，还是像有诶画图咧，做到画图，伊出来，逐项拢袂，伊都可能要画图。OK， 迄个有迄种人嘛，啊，伊大概是一种较特殊的人啦。我认为是一种较特殊的，有种特殊的才能的人，安尼尔。但是无应该让伊去坐迄个位啦 ，OK？ 坐迄个位显然是错误嘛。我认同、啊、我认同江湖奇人常在市井之中啊，高手在民间的、啊。但是呢，唐凤他绝对不是德不配位，唐凤绝对不是那个高手。真不是啊，因为当去伊无应该会当去做迄种啥物的数位发展部的部长啦、啊，咱就讲个清楚是安尼啦。OK， 也许啦，有一个什么足奇怪的，你啊，伊做会使。伊迄个数位部的方形吼，真不是。那请你去做，你知影伊迄个是要做啥物工课无？啊，来啥物考虑嘛，开始无？叫我去干的话，迄个数位发展部的 qualification 哦，差不多都伫这个，咱咧讲电脑资讯啦、网络啦，这种物啊，有一个完整的知识啊，成就也袂歹的人，大概就会当。啊，当然爱普通，你要做部长，爱有迄个 management， 哦，来讲爱有迄个管理的迄个能力的。大概这几项揽起来的人，较是适当啦。啊，唐凤是绝对无适当啦。啊，伊咧处理哦，不是讲咱原则上的运转尔，就搁在预防一大堆人要攻击来，迄个牛鬼神蛇各式各样的怪招。啊，伊这怪招吼、哦。那无足侪经验，足侪 experience 哈，伊未想着含想着嘛，未想着讲有迄个怪招，所以伊伫这个处理内底，伊都根本无去到遐外口接触太多，伊变了知影讲偌侪怪招，伫这边攻击来，伊通处理。讲真的哈、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啊。丁各位，那个谁啊？我们在这边讲话，不是那个一直在攻击我的那个说哈。啊、你没本事了，你没本事就闭嘴了。哎、欸，啊，我那时候有曾经针对上礼拜邱忠勇吧，哦，哎、欸，我讲啊，当你拥有国家机器，你控制了整个网络的 router hub switch gateway under your control 的时候，我跟你讲，我要叫哈、哦，我要叫你们全部闭嘴，我要叫你们永远消失在地球，在网络上哦，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呢。透过网络的 router hub switch gateway 全部都在教育部协助网络的 backbone 里面嘛。我透过那个东西，我跟你讲，我就讲了啦。那个阿拉伯之春在搞的时候呢，国家只做一件事了，先把网络全部关掉了，你们就全部都找不到人的啦。那事情就淡化了。这个 Raymond， 你头先在讲的，那个就是讲做到上怪招啦，什么的，那个人是属于技术人员啦。迄、那个人较唔是迄个做 management， 就是讲做迄个部长，迄、那个会当有较跨的迄个知识 ，OK， 有较跨面啊各种的基本的知识的人，啊，佫会晓管理的，伊唔是迄个角色。
你咧讲诶，迄种货会晓去讲黑印啦，知影讲人大概安那黑印啦，迄是属于技术专属诶人啦，是吧？迄是技术团队诶人就会当做嘛。专业人员吼，跟那个行政人员是不一样的啦。但是行政人员要有吼，要有网络电脑的专业啦。啊，像这种哈骇客的攻击，那个是属于 skill 哈，是直接对敌啦。骇客吼，那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了。啊，你的主观哦，那根本的头脑都没有想到那个地方，你底下的人跟你报告什么事情，你嘛跟他说 OK， 你去做，根本听无啦。没有，你本职学能不到嘛。各方面的 knowledge 的话，也是比较容易做主观的做 judgment 的。有本质，你的本质潜能不够嘛，所以说没有那个 knowledge 嘛，没有那个 sense 嘛，所以说哈，只会去卖蚵仔米线。那不是什么足人啊奇怪的代志啦，你若有基本的电脑啦、网络的知识了，骇客是安那产生的，那无什么，那不是啥，那基本吼有一寡是足技术的，就是讲。因为软体本身拢会有一挂漏洞，骇客伊就是有一种来讲，家人啊，咱咧讲有一种诶，迄个敏感度，伊会向你找迄个你诶软体系统内底诶弱点啦。来讲伊有迄种啊，得爱有迄个时间，有迄个坚持诶个性，人大家咧困诶时阵，伊会向淡薄慢慢啊试。试出来讲，你伊有一个敏感度，伊敢做实验完全讲意思。你做，你也相信他们的黑心 noise， 是讲意思嘛 ？OK， 所以你伊就是有迄种的特别较灵啊，迄个敏感度。咱即马安尼讲，骇客来源为对来，骇客就是为 MIT 来的嘛。MIT 当时电脑打开始的时阵，啊 ，MIT 的囡仔就高囡仔就较聪明。啊，较搞怪 ，OK， 伊是聪明，啊，佫搞怪嘛 ，OK， 啊，聪明佫搞怪，人因个第一波是啥？迄当时 IBM 是迄个大真空管的迄种，啊，正经做的就是讲写 program 哦，伊计算，就讲迄个时阵咧，电脑就是咧做计算安尼路用尔，啊，即个高囡仔，伊就去上空上拍咧，伊咧上空上拍，伊即摆看讲哦，迄电脑咧走的时阵哦，迄真空管。你若通过的时候会卷起来，哦，会卷起来，会欢喜，会卷起来，会欢喜。啊，所以这 MIT 的高囡仔，啊，伊就遐去想一波，啊来写一个破过来，啊，互迄个电脑的光暗光暗，哪想要咧拍乒乓，好，他伊就搁想要来拍乒乓 ，OK， 我这边拍过啊，我这边搁拍到这个，就啊，迄个高囡仔的一个，啊，迄个是一个骇客的来源，就讲咱咧所谓骇客，就是讲伊把这个电脑。正常使用的，伊唔是予伊正常的使用去限制你正常使用，伊会去家想看讲，伊会当伊个变东变西 ，OK？ 啊，然后即摆为软体的骇客，迄就是佫无同啊。软体的骇客是找你的弱点，利用你的弱点去攻击你，哦，迄个另外佫进一步 ，OK？ 无啥物大，唔是啥物大奇怪的物啊。讲的遐个骇客理论啊，吼，迄种大家拢知影讲，哦，好像很恐怖，但是无人真正知影遐人济啦。那像 AI 讲 AI 偌厉害吼，他们知影讲，哦，这个事不是我熟悉的，唔知影 AI 要安那变的都唔知啊。我刚才知影讲，伊可能做 powerful 尔啦吼。啊，所以呢，航空是不是有 AI 有什么骇客，所有我都唔捌的，拢归给他啦。反正这个就是智慧科技啦。他就是天才，都有通通懂啦、啊。那如果他没有经过 industrial 各方面都学习到很多的 information input， 可能各一个人去想哦，他没有那个境界去做底下人来给他做了很多 report。因为哈、哦，蔡英文哦，他是电脑的蠢材啦，所以说唐凤要骗他哦，太简单了啦。蔡英文他不懂嘛。他对电脑这东西完全不懂嘛，所以说他所 qualify 出来的唐凤哦，以为他是电脑天才。我们的角度看，我们的高度看起来，他是哎，你刚刚劳教局供的骇客实验室，我们中正理工学院哦，每年进去差不多20个博士啊，我们还有差不多4个人哦，他们哦，每一届有4个，每一届有4个，
是在哦骇客的实验室里面呢。所以说哦，我的实验室跟骇客实验室是互相 independent 的，因为我知道这个领域我没有兴趣。我要进去的时候呢，我已经哈、哦、做过 professor 的提报，我的提报是 C4ISR， 所以说我就被弄到 C4ISR 实验室。有的人是提报哦骇客啊，包括骇客 scup 的主题，所以说呢，他们就论到骇客实验室。骇客实验室跟我们讲，我们办公室讲，哎，他们讲的，我们把它当成哦天书啊。我们讲的，他们也当成我们是天书啊。因为如果哈、哦，在博士领域里面，我们所讲的都非常细节，一讲的话，几乎你都不懂、嗯、啊。所以说，常客了，我跟常客，因为骇客真的是哦，我们理工学院就一批人专门在研究骇客的动作。你蔡英文听无啦，吼，啊，赖清德应该是听较有，还是伊听较有无？还是讲伊以后会用继续给伊伫职位，还是要别人人会当做这个工作？现在最重要的观念是哈，因为蔡英文他没有经过博士哈四年到八年的历练呢，他搞不清楚哈博士的修习过程是如何的严谨。相对的，在严谨的过程呢，我们道德地位也提升了，我们也知道说，哎，这个东西不能做，那个东西不能做。但是蔡英文他是假的嘛，所以说哈、哦，他的道德水准没有到，所以说哈、哦，一阵乱搞，连台湾现在在搞的苏丹红啊，辣椒，所有的韩国料理，所有的牛肉面，所有的卤味什么东西，所有辣椒全部都苏丹红啊。那个苏丹红是谁管的？食药署的署长吴秀梅管的。吴秀梅是什么？又是一个假博士，他是高雄医学大学的博士。结果我哈，他跟我哈，他在我后面拿博士的啦。我把他的名字跑到中央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的博硕士论文关系资料库去查证。哎，他有硕士论文，但是没有博士论文。但是呢？他是我后面的，他怎么会没有博士论文呢？他号称是博士，又是一个假博士。蔡英文都是应用这种、哦、莫名其妙的那些专业力不够的，真的在修习博士过程里面哦，千锤百炼，他的道德水准都高了，所以说很糟糕了。台湾哦，苏丹红、吴秀梅，现在马上去查中央图书馆博硕士论文关系资料库，你去查。没有博士论文嘛？他说他是博士嘛？南投的政治世家啦，南投的啦，政治世家啦。这拢跟台商有关系啦。OK， 这个物啊，拢是一挂台商啊，为中国进口较俗的物啊，知影台湾有大量的需要啊，因就安尼变。OK。你若人别个国家未去做迄落，无去做迄落代志，啊，就中国就会做迄落代志。OK， 它叫工业用苏丹红，工业用苏丹红啊，那会致癌的。台湾所有的牛肉面、所有的韩国料理，哦，那个辣椒全部都是，甚至于哈、哦，那个辣菜，韩国泡菜。那个博士啊，哎，那个阮先生讲，伊重视邪伦案吼。啊，邪伦哦是一个尖锐的 case 啦吼，唔是干咧 individual 一个假博士的 case 做侪啦吼。所有的邪伦啊，你感觉有什么 general treatment 的 guidance 无？伊来讲哦啊，英国啊，你了啊，不管安怎你来，你只要以后不继续用这个你得到的那个博士去做什么东西得利啊，然后去骗人、骗财、骗色、骗什么东西的话呢？那你有博士，你只要不号称说我有这个学位，我立法我要选举的时候做我的 qualification， 那我们怎么 general case 归期的归期啊？那、啊、如果你是真的博士的话，你一定要有 procedure， 你才能列在那里面做你做 qualification 用，还是做你的那个 candidate 的条件之一。其实、哦啊，所以有没有你觉得他有一公里就重视学伦呢？其实，啊、学伦是跟我们怎样讲品的上面味道。赖清德会什么 general guidance？Raymond， 你哦，你讲的东西哦，我是 pessimistic 哦，为什么呢？哦，因为哈、哦，这个赖清德旁边有一个叫做潘孟安呐、啊，潘孟安他是屏东县的县长、
屏东，哎、欸，屏东的县长，哎、欸，他以前是好像东港高工夜间部，他好像是恰乡人，东港高工夜间部，他现在也搞个博士、欸，哎，啊，你说怎么办呢？邪轮案，所以说哦 ，I'm very pessimistic 啊。伊那唔是讲用伊迄个博士学位来做伊个 qualification， 啊，伊就应该啊，不管怎么样了，足侪人足侪拢摕了足侪博士啊。黑总啊，真的讲做一个这个花边新闻挂底下的好啊。所以伊那真的讲，我要升等考试需要什么博士，你卖用迄个做 qualification 的话呢，那我们就大而化之，关不掉了。啊，如果说你要上同那个要什么规格，一定要什么什么资格才可以的。你用那个出来的话，那个就是学轮案的标准，把关要把得很紧了。这个规啊吼，讲哦，你博士做名啊，做出名还无紧，还实在一样啦。啊，要不然的话，你要杀的话，杀不晓得多少个人了，龟头拉骨了。因为哈、哦，现在全世界所有的领导者，政治稳定了以后呢，他们就去搞个学位啊，他们就去搞个学位。那讲政名利学位那个是讲清楚的，他我就是名利嘛。你像刘哲嘉、魏哲嘉呢，你进入你那交通大学，现在林校长、现在政治校长呢，马家公哦，给你一个博士。他是真讲魏哲嘉讲搞啊，所以他送给你一个博士，他就讲名利博士就是名利博士嘛。但是如果是仅架科企新疆时调从学校出来的，那你才能够列作你的 qualification， 要不然以前假的那个东西呢，只能做列你贴在身上那个标章，你套请你了，套皮包进了，你就让你才有套皮的二代机。你要做什么考试资格的时候，你不能用那个做，除非你要能证明你那个是真的真枪实弹出来的。魏哲嘉没有，我们用的名词 police use the professional term 啊。不是林毅博士，龙毅博士啊，哦，对不对？应该讲龙毅博士。我有个公寓，那个交大，那个林校长，那个是政治校长，那个政敌手腕，所以讲魏哲嘉。那魏哲嘉的讲，你要红就一封啊。啊，魏哲嘉的只讲我送考的，所以他要送给我，我就接受啊，就好啊。啊，但是大家都知影，还是林毅博士，哦，不是讲伊去科举去写论文出来。那两种啊，那无同的，那啦，有诶。你像迄个王永庆，叫荣誉博士啊！王永庆伊事业做到遐大 ，OK， 啊，人大家感觉伊真牛，啊，坐伫大学内底就讲要给伊一个，迄个所谓荣誉博士，迄是有啦，这种。对啊，迄是叫光了，迄是叫光了。迄个物啊，唔是会当做你的所谓啊技术的，啊是专业的 qualification 啦，迄袂当。现在他也是 win-win 啊，一学校和给他荣誉博士，他 donation 给学校嘛，对了，对了，啊，就是安尼啦。你看哦，迄种大家知影，袂当用迄个要做你的所谓专业诶 qualification 来，无人安尼啦。我不晓得诸位前辈有没有注意到哈，这礼拜哈，那个黄国昌哈，针对食安的问题哈。提出大量执行了，然后呢，柯建铭以及旁边坐着一个辅大西班牙系的哈吴思瑶，哎，我就有办法把你这个博士哈，你博士多厉害，哎，吴思瑶就在这边呢，哎，就耻笑，说什么啊，你这个行政程序你又不懂了，你博士又怎么样，哎，就这样耻笑，吴思瑶是辅大西班牙系的。他们就可以，因为现在整个台湾哦是哈、哦、这个无聊取代的专业，人家用专业的问题在问你，我用行政程序抹杀你。哎，台湾是一个现在已经哦，这过去的八年哦，长中短期的发展已经变成哦，不要专业，反正呢，我贾博士我干到总统还干得他妈，你们都说我好。你看，那么美国啦，各国、全世界所有的总统都来到我们台湾，你看不必专业啦，贾博士一样照干啦。好，黄国昌也来执行哦，非常的严厉，非常加派啦。啊，你也很那些的官员很不容易挡啦。啊，所以回不起来看没啊，没有说
他就是指责就吴思瑶那种事是保皇党的保，就是你跟他你要我别欢迎你啊，再看桂冠那边了。所以黄国昌呢，可以摸起来看他有什么状况，不要先把他抹黑了，卖公鱼卵败。我刚的意思哈，我不读书了，我透过行政程序抹杀你的专业，黄国昌，黄国昌，你读到博士你要怎么样？修理你了，我跟你讲。不啦，但是这这不会说啦，哎，真的政治学博士，真的这有当时啊，咱看这个代志，哎，不会说啦，专业是专业，但是你机会有机会的定数嘛。啊，你若无合，无你若违反你的定数，当然人会当甲你，伊会当甲你attack， 伊会当甲你攻击，讲你违反程序嘛。啊，你伫议会咧违反程序，当然你头前讲的不遵守伊啊，你袂当执行嘛。即一定是着爱你有专业，啊，你搁着爱议会，你会当照迄个议会的程序。这两项面，这两项面拢着爱，拢着爱有啦。违反程序嘛，你是咪？你程序一定爱守嘛。违反程序，啊，是讲，假设他违反程序。他是不是违反程序？我们没有证明他的话，我不去说他不好。但是伫台湾迄地方，伊伫问吼，问诶人含要答诶人吼，伫拢爱抢来抢去，那也不爱好。答诶人做无客气诶，你就叫我讲这个，不讲那个，去做派，这不派吼。这我是感觉，你看美国国会。顶面你问个人，拢在乎下骹个人有机会通讲话、通发表伊个看，无啊？啊，两个拢在那争来争去，到底是安怎？这老百姓嘛听无啊？你敢听？我是敢听。事实上哦，迄、那个咧官员这边哦，较袂作秀啦。作秀的是遐立委啦。那即摆咧看，作秀立委是干呐？为着要伫电视内底啊，互选民吼。会咱感觉讲好，伊作认真问甲安尼，啊，官员拢袂晓应，伊咧，互伊感觉讲官，伊事实上是你根本就无要官员咧应啊，啊，但是伊来解释都解释讲个官员拢袂晓应，那是乱七八糟啦，咱坦白讲，那是乱七八糟。对啊。这是因为这个国家认同的这个分歧造成台湾的这种无是非嘛，这是安尼来的啊。你所有的警员，你伫美国，你未感觉这个问题嘛？美国一般来讲，因有一个共同的国家利益在遐嘛，所以因未像台湾啊来乱舞啊。台湾无可能是乱舞啊，安尼。佮另外一点，我是感觉政府的政府机关迄款机构的负责人，伊去立法院访问的时候，那得带很侪人去啊。伊佫佮一个人去啊。啊，一个人去，怎样无法度通答的时，伊较转来做报告啊。伊遐人拢在伫办公室办代志，走去遐坐站啊，迄了时间啊。这你看，敢若在无安尼啊？啊，我也捌伫代表市政府开会时，哦，市员问的时，就伫政府做的负责人，阮要答市员的时，阮在徛起来。市员唔免徛起来，伊坐咧啊！啊，阮在徛起来答啊！啊，我拢家己去啊！啊，有问题转来较来做报告啊，无带多侪人去啊！啊，就带多人就是表示迄个主管家己也无识啊，也无做功课啊！我相信你要开会以前，因迄阿检查拢有好因嘛，今仔日要问啥问题嘛，拢有即个程序嘛。啊，现在就带遐侪人伫遐坐咧。啊，看来看去咧，啊，迄拢了时间嘛。这台湾这议会，这啊，什么议会后设议长、副议长啥？这伫加拿大，敢那市长做议会议长，安尼市员十个，加市长一个，十一个，这嘛是安尼，万区无，有啊，分到咯，普遍上拢安尼啊，啊，哪有什么议长？啊，议长着阁有车，啊，着阁有司机，遮个人拢伫遮，敢在遮拢家己塞车。啊，你怎遮有司机的时，伊后边选举着袂着啊咧？所以遮台湾拢爱改啊，遮拢唔对，遮拢老百姓的钱啊，
如果遐有得到利益的人，食到肥嘟嘟，愈善的人愈善。就是是啊，啊，含伊款，你发院长啊，选迄个，迄台湾人爱啊。选举以前，咱嘛是拢甲讲安尼啊，啊，因都爱啊，因都家己选的啊。啊，因讲无读册，台湾100%台拢大学毕业啊。世界受教育上悬就是台湾啊，100%大学毕业啊。啊，然后你读册，世界读册上好就是以色列一个人。一年读64本，第二个是韩国人读50几本，啊，台湾是尾仔上第三名，敢若赢印度和中国，啊，拢无咧读册啊，啊，即要安怎讲？我去曼谷买 International Airport， 人迄飞机要坐去日本，遐日本人乖乖坐起来看者，啊，签啊 Air 来嘛 ，Air 签啊，遐拢比较好，像。supermarket， 你会看有完全无相像的一个民族性。无啦，即马吼是安尼啦。你日本吼，台湾啦独立建国啦。这些吼贪污腐败的蟑螂也在，那也是白搞。贪污。哦，无啦，迄都要好奇啊。你若讲台湾独立了，啊，现在贪污腐败，啊，你是安怎台湾独立了，你要让这贪污腐败的蟑螂搁继续？伊想你就是讲 OK， 你袂当搁予伊掌握迄个权力，通予伊会当当遐蟑螂腐败嘛？你就是爱安尼做啊？对啊。啊，当然台湾我是感觉讲上个重要，目前上个重要。是先把这个国家认同，爱先把摆脱这个分歧的问题。就是，伊迄内部的问题来先解决。对啊，这个爱先解决。安尼的时阵，你去到社会，较慢慢会当凝聚一个共识，知影讲台湾要行什么路啦。那目前无法度嘛，目前根本都你讲啥，伊迄边甲你乱落到第规个社会火气啊，唔知影啥人讲的对。然后头拄仔咱来讲的，我嘛无唔知影讲迄是对啊，唔对，对唔对？因为相会乱啦，伊你的资讯来源，迄是毋是可靠？大家即卖伫台湾几乎无法度通信任，讲到底迄个来源对啊唔对？唔知影嘛。这个谎话，这是咱的问题。台湾无一个公信，无一个公信力啦。没有，连总统府都在瞎掰耶。啊，对嘛，大家拢乌白讲啊，对啦，拢乌白讲嘛。你免讲啦，我就讲哦，干那家人市政府这个代志就好。两边拢是为着要会当攻击对方，拢讲出来，拢是为着要会当攻击对方。伊无甲真正，就讲事实的部分啊，对方有利的，伊拢唔顾。啊，所以一边的人听就是敢若听到咧攻击对方的，啊，这边的听就是攻击对方的。啊，这代志是要怎解决的？你根本无可能嘛！你中的人有哪是徛伫遐，怎啊？大家拢唔知影啥是真相啦？这是台湾足大问题。现在在台湾哦。说谎的人哦，在庙堂啊，而且最勇敢的、啊、说谎的人哦，啊，所以讲哦，规台湾拢乱了嘛。这我来讲啦，这是真正是咱的足大问题啦。啊，就你遐亲共的来讲，因希望台湾乱啦，台湾愈乱，因啊共产党要摕台湾愈有机会啦。啊，即卖就是讲，伫这边应该。理论上应该要徛台湾人这边的，
伊无去坚持着一个台湾人的观点，就讲台湾要变，互台湾变作是一个现代的民族。伊无迄个，伊无迄个民族使命感。伊干那为着要讲会当保持因的权利 ，OK？ 所以伊嘛对人黑白讲，就讲为着赢黑白讲。啊，所以你着怎啊投伊？无理论上啦吼，咱安尼讲，理论上，民进党算作是台湾人的政党，伊应该爱徛足人啊在，就讲。伊的所有行为，就是要带领台湾以后变作一个现代的进步的民族。啊，伊无安尼做嘛，伊该乱去啊。这些现在庙堂之上、总统府内底哦，这些人都已经没有理想性，他们只在想着哈、哦、如何继续他的荣华富贵了，他的财富跟他的 power 了。所以说哦，台湾没救嘛，台湾就被人全部拢爱换掉嘛，断掉嘛。老实讲，遐人已经真有钱啊，生活也真好。伊退休了也免烦恼，讲无饭通食。爱食应该爱，那一个遐呢？greedy 安尼，我都真想无，应该适而可止啊。当然，人讲钱愈济愈好，无迄个限制，但是你较济你也带袂起，嗯。对哦，吃到的人不知道我吃的多好吃的，所以哦，对那些说哦，没吃到又认真要做事情的人哦，那些人给他敬佩啦，那些属时代力量那些没去做到事情的哦，啊，激进党那些没去吃到那些好康的人哦，他们还要愿意在那些出力哦，那实在有够勇敢，有够好啦，有够认真啦。啊，至于吼，已经吃到啊，伊就知影讲偌好康的，人家有几千位，几偌济位人做呢？啊，像黄国昌也讲的，讲啊，陈吉啊，啊，你这个李什么昌的来做监管，他做到歹，啊，就做什么案，什么案，啊，一个，甲你落来了，伊就去做另外一个当署长，啊，这个佫做到出代志，吴永嘛佫出代志，啊，吴宏宝就佫做什么当署长，拢安刷来刷去啦，拢无代志啦。谢谢多哈。而且做主管吼，唔是哪家啦，都爱知影讲，management 的人的关系，但是上重要，伊对这方面都爱知识啊，都爱真有够开使啊。无会开人甲变，伊也袂晓，伊也袂当采决啦。所以这真大一个问题。即马人家做官啊，完全没有道德观的，完全。你看那个监察院长陈菊。啊！我就在已经喊了一年半年一年了，你贪污了人家190亿，红毛港的190亿，李三妮这个Raymond 他只领到125万，你们报账报1250万，十倍，我已经把几年几月的文号都写得清清楚楚了，哎，没要没劲了，所以说哦，没救了。不记得掉，站那起来领导革命啦、啊，孙博士，你把那个激进党啦、时代力量联合起来，还有那个司法改革党联合起来革命啦、啊，我支持你。哎、欸，在这边讲还可以哎、欸，你如果这边讲哈，我听一听笑一笑。如果你私底下打电话跟我讲，我就到有点吓一跳了。没有，我私底下打电话给你也是会打、啊。如果你，我们可以等一下这个 offline 哈，我可以私底下跟你讲，因为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可是我们在这边谈，并没有一个真正 solution， 唯一 solution 就是革命。刚才 Ted Lau 讲的，那 Ted Lau 革命要谁当 leadership， 谁当 leader？ 我觉得你有这种。你有这种怎么说魄力啦，哈、啊，你有这种 guts， 有 guts 啊。对了，那你如果今天站出来领导，我相信我们的后任总统他会看到我们这一群人的魄力啊。所以，曾博士，你就激进党联系一下，时代力量联系一下，司法改革党本来就是你的，对不对？那我们这证明制宪，我相信有很多人马上会参与。但是，苗峰啊，哎、欸，恁啊，恁通坐到迄个椅啊，坐到爽快了，你头壳也变去。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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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相信我也无机会通坐到迄个，以后我去伫故宫看到迄个表吼，嘿，有当去坐咧吼，迄绝对爽歪歪咧。哎，唔知影你坐坐迄个以后，偌济人死去安尼，无唔知影安尼。没啦没啦，咱咧曾博士吼，咱咧遐遐一定是这个。我觉得你的 vision 就是这样子，所以一定达到台湾 independence， 然后让全世界都能够接纳我们，你才会慢慢考量怎么样了。再搞啊，这边快掉啊！哎，诸位前辈讲的哦，哦，我听得很爽啊，但是哈、哦，但是，我跟你。妙华，我给你建议一个物件啦。是，你讲迄个唐凤吼，做个创作位，你讲我都参加，伊发出来物件，你甲砍掉去啊。我跟你讲哦，你我都参加，伊个物件发甲砍掉，互伊他妈杀无啊。Because 哈、哦。Because 哈、哦。啊，这一点子我唔是他 computer， 所以。哎、欸、，Because。我在博士班的学习，博士啦，你都得 action 的掉啊！不是，我现在要讲一下 because 啦，你讲听无行动的表示，我的是都爱听，都爱有行动的表示啊，都要 action。我做无爱开会，我咧上班的时候，我拢爱 action， 迄开会非常侪，拢浪费时间，都要 action。我的 professional skill 哈。是 on C4ISR， because 哈，我在博士班的时候呢，我在选择领域的时候，我没有选到骇客这一个实验室，我选到 C4ISR。但是你也知啊，你有基础啊，你当应用啊。哎，这个哈，电脑哈，哎，请注意哦，电脑是有钱有闲的人在玩的，哦。啊！你要干这种骇客上面的事哈，你真的是要推掉所有的 very 哈 focus 在那个领域上啊。啊，但是哈，你得对付一个人就好啊，你得对付一个唐凤就好啊。我哈，因为我在博士班里面的经验，你要我找出这种专长专精的人哈，我可以找得到。甚至你说嘛，我曾经有一次哈。我在做博士论文的过程里面，我的硬碟明天要报提报了啊，坏掉了，整个硬碟坏掉了。哎、欸，我就有本事哈、哦，找到一个人，把哈、哦、我们实验室附近隔壁实验室的人，他就哈、哦、把我的整个硬碟哈、哦，把它全部救回来。哎、欸，这如果拿到光华商场去哦，我跟他一看你业绩，本来是哈、哦、高中生来的话呢，1000块啦。哎、欸，看到你博士急得要死，好啦，10000块啦，10000块啦。哎、欸，这个都是哦，都掐在脖子上了啊！因为我的专长领域不是在这里，所以我不敢讲。但是 maybe 哈、哦，我的潜 potential 哈、哦，还是可能比哈、哦、前辈这边哦，像你是搞水晶球，的 sense 啊，我的 sense 啊，但是哈、哦， yeah. 我不会，我没办法干这件事，但是我可以很快的找到哦，可以干这件事的人呐、啊，很快啦，而且都是 PhD 啊。因为对方是好人嘛，是歹人，所以你有哪甲跌无要紧。这个哈、哦，哎，这个再讲。再啊，再你再去用，再去关门，我是不知影。咱去讨论这个哦，录音无吼？我有录哦。你有录哦？我录，因为我上礼拜没有录到啦。上礼拜我有讲一段，好、啊，你这比赛轮流帮你，不要紧啦，咱拢真名真姓啦，那我要紧啦，你八十几岁，你阮做阮阿叔嘞，吓，啊我都20年才八十几岁嘞，我都唔惊，不要紧啦，哎、欸，你少年较快走嘞，有老岁仔走，我甲你报个一下哈。那个假学历哈，我们在纽约这边有一个 George Santos 啊，假学历他是 Congressman 被拉下来，但是他现在要继续参选了。对了，他要继续参选了 ，George 那个 Santos 啊，所以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民主制度之下，如果人民选出他，他这一次当然不可能会把那学历再摆出来，可是他的所有的那个经历啦，然后全部都给了，那如果今天人家还要选他出来，我当然还没有选上啊，不知道啊，要选举就对了。那如果今天选上，以这民主制度，人家要选他，他是不是就可以做那个职位？我觉得民主制度是这样啊。好，那如果说我最近看这个美国的那个拜登和那个 Trump 两个，你看 Trump 他是当然是共和党的，但是现在很可能就是11月就是跟那个拜登在竞选的。那我看的很多的现在民主党的做法都是怎么样？拜登要演，不是那个 Trump 要演讲的时候，出开法庭就开庭，让 Trump 没有机会可以去演讲啊。所以这个是不是政治斗争？我看起来就是政治斗争嘛。但是他讲起来是 Trump 会什么影响这个美国的民主制度啊什么的？其实民主党自己本身做的都是这样子、啊，91项的那个 court suit。所以我们越看呢，就觉得说这个民主制度，如果全民的素质不高的时候，就是像现在台湾这样，啊，美国也越来会越像这样。那现在不是那边境不是吗？那个现在已经说查到，因为他们进来根本没有身份，没有什么都没有嘛。现在才100-200位是那恐怖分子啊，但是说。渗透在里面呢、啊。对啊，现在是这样的。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移民这边人真多啦。你像讲我举一个例，1972年我头一遍有机会有权利去选举的时，投票率82%。啊，哎，这么高？嘿，哎，两当前投票率。怎变做34%？这个外口的人来吼，因无这个民主国家入来的时，因未感觉这个重要性，因拢未去投。安尼伫萨斯卡顿的华侨，我迄阵市长要选举时，叫我甲介绍去互遐人熟悉去握手。我讲你绝对来去千人套遐的老华侨遐去迄间。拜访，甲握手，你就有票。啊，但是遐老华侨的人，甲问讲，我怎若选伊，这个人无选到伊时，我敢会别人敢会来甲威胁？所以因头壳压着你想较大的代志，所以这是真大的问题呢。你在下面有 involved 这个选举，伊啰市政府、县政府、非洲，我拢下面 involved 这个选举，啊。哎，这选举对每一个 Kennedy 来对选举的 committee member 拢有一个会计师，因为选举了，这拢在报。你这种选到的人超过迄个 expense， 超过迄个规定的，资格就随注销去啊。我唔知台湾选举的有 accountant 无，这每一个 Kennedy 拢有 accountant。你讲这吼，拢是像咱家走法守规矩的人，照 application process， 然后绿卡什么过来，但是现在进来的都是没有 document 的。对啊，那是麻烦啊，所以这个很大的问题。麻烦，也是真正麻烦啦。你想讲，即马伫长伫托兰多，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呢，都伫街头。有向你相拍，这是你刚才不应该咧创啊！因是刚才公民啊，伊做要去有向去相拍，就等于以色列啊。所以这后边这接受外口的移民之吧吼，这有真大问题。没错，那有登记的还都有都知道谁是谁谁谁，那些现在你来拢无呢？对啊，无啊，唔知呢。现在对墨西哥入来足多中国人，现在对墨西哥走入来美国，啊，美国怎走来纽约去？纽约去，怎走对蒙特利尔去啊？
足济啊！啊，又干了，都袂啊！所以这个是会很大的问题。我你要这个已经很多的犯罪呢，白天抢劫呢，啊，那地铁才一个多月，三个被杀掉，对吧？所以说这个真的是看起来是难听。我在曼哈顿嘛，我知道这种犯罪率啊，很多还是没有爆出来的嘞。对啊，我一个朋友白天皮包就被抢了。咱伫托兰多，就是一个家庭对斯里兰卡来啊，啊，伊内底有一个老爸、老母，佮三个囡仔，啊，伊租一个互伊爸爸，就像对斯里兰卡的少年人住，伫遐读册啊，啊，这个少年人早做日两日前，夜倒啊，就是对迄个全家佮杀死啊，啊，佮伊也。但是迄个伊个老爸，伊老爸较勇，可能还没母转，即马伫病院啊。迄个无死，老母死，三个囝拢无大事啊。个，嗯，你看，即外口个来，因爸拢看即款子，听着即款消息了，即马移民来做者即款代志啊。所以即后边世界吼，即有真大个问题。啊，我就看到咧美国吼，因为我纽约是民主党的那个啊，实在哈，已经犯罪率啊，在 Times Square 打警察，哈、啊、哈，啊，整个录影都放出来啊，啊，所以这个当然这种现象，我就看到民主党跟共和党其实都是一个都是在政治斗争呐、啊，啊，选民素质不够高，那台湾的现象现在很多是这样。那我们这个 group 要怎么样跟其他的啊，把他这机会导正过来？我非常欣赏的我们 Dr. Ty Love 写的那些东西啊，啊，事实上是真的。我觉得我们如果今天政府啊没有强硬出来，没有强硬起来，就像现在美国民主党一样，是不是？所以为什么一直在民主党一直打压那个 Trump 的民调还是比民主党还高？那我觉得我们台湾也是这样啊。如果今天还是继续 TIW 哈，那实在是真的是越来越糟了。我是刚刚，所以我也相信我们的后任的那总统，他当然今天选上了。他慢慢应该会把那种不好的人或怎样排除掉，我也是很相信啊，因为以他的记录来看，啊，以他的成长的过程，我觉得我也希望啊，啊，能够这样子慢慢把这台湾再导正了。那至于说要革命，我希望说那个曾博士，你就可以出来继续宣导姚大喜，我们会支持，我会支持你啊，啊，绝对的。Thank you very much. 但是我是感觉我是真同意老中医讲的，台湾上大问题是两个国家的问题，无对一个国家认同。你像讲加拿大安怎乱，伊无这个问题，干那魁北克尔尔。但是魁北克尔是迄阵戴高乐来魁北克尔是演讲，鼓励因独立，但是隔日。Justin 诶，阮皮尔土豆 ，Justin 土豆诶，老爸都甲赶转去啊，都随甲对甲赶转去。啊，但是美国无这个问题，美国无一个国家认同的问题，所以台湾即卖上大的问题是，我也是感觉是内部的问题，内部来解决。嗯，我非常同意啦哈，像现在什么大陆内骗，什么六年变四年啦、啊，好啊，那些进来的，那是一人口。人口比例来讲难一点，我们的健保它只是到二点多，但实际上每年都是三倍以上，那拿回去给他们乱用啊，啊，所以像这个问题真的是我们这个 Dr. Lau 讲的，我们事实上真的是台湾的部分要强硬起来。那如果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独立，应该那些人他要回去就回去嘛，而且不回去我们也要赶他回去、啊。我是感觉安尼，
台湾才能够说真的可以一个变成一个很团结的有台湾民主意识的一个国家往前进。我是刚刚安呢，那我们我常常也很欣赏我们的 Dr. Lau 讲的也是很怎么说很明确的让我们巴塔里面的姑父啊，大家知道也是知道这个趋向。这个通配的代志吼，甚至伫 TVBS 的 survey 的调查的民意调查内底吼，有那是超过80%是反对的，就是讲反对吼，因他们咧改做他们六单改做四单，所以讲 TVBS 我就咧笑讲 TVBS 到即下都要去借中国迄边的人。较紧一摆，倒看搬会转去下面。这是一个足大的反对，但是这个支那党的吼，有咱硬要好过。伊即摆用要用伊靠约人数的优势。啊，这就是讲足奇怪。古早民进党伫还佫支那党专制的时阵。因干那几个尔，伫立法院内底干那两三个尔，就会当甲伊车到互伊就车无变啊。啊，即马虽然讲输一票，输准做讲挂民进党个啦，输8-9票尔，安尼还无法度，迄实在吼，迄是只饭桶啊，只是饭桶啊。迄毋知有心啊，无心啊，安尼。你若想，我是感觉讲吼，即有当时啊。像罗清德啦吼，伊爱有迄个 vision 啦，像高金素呢，迄种去甲中共摕，伊我会记得是哪，习近平给伊几亿，给伊几亿摕转来买只迄个原住民，你根本就应该甲杀起来嘛。对啊。你接受，你讲伊爱敢宣示讲，迄是一个敌对国家啦。现在台湾的问题是不敢宣示支那是我们的敌对国家嘛，这是他不敢，啊是怎样不敢，这就是啊，因为这些军头啦，这些支那党的人，大家认为这样太过极端啦，什么有的没的，都要族群和谐。来，这句话最重要的结论哦，slogan 是这样的啦，哈，中共是台湾现存世界上唯一的敌国啦，讲较紧的啦。对啊，对啊，不对啊。中共是现行。你就是爱给界定法律上，对讲，这跟美国相像嘛。美国你到战争的时阵哦，伊拢会界定什么是敌国 ，OK？ 倒一个是咱的敌国。啊，那敌国的时阵，任何去支援敌国的 ，OK？ 迄拢从另外处理。就讲，迄个民主的定数无 apply 到遐 ，OK？ 这人，这任何国家，你到迄个这种时期，有咧敌对的时阵，拢嘛是安尼咧处理啊，是啊。你看美国南北战争嘛是在减料开通伊啦。Douglas， maybe we are tying up。Panda, yeah, you can. Yeah, today just for preparation, it's a rehearsal. It's not the formal meeting. We can start anytime. Hola, Panda, 哥哥，明后天再讲了。明后天，这个哦，对了，我觉得台湾应该效法以色列了。哦，对，哈马斯啊。好，我只是要讲最后一句话。我讲一句话，就是这一次请 Raymond 帮我们主持。Raymond 哦，哎 Raymond， 哎John怎么了？John跑了。John 不，John今天去开会了。我昨下卡，伊讲伊无闲，啊无闲就无紧，哎。好了 ，OK 了，没关系。好，周一见，周一见，再见。好，拜拜。哎，两天后是那个美国的那个夏令时光嘞，调整嘞。哦，对，夏令，我们这边也是要调一下，对。对啊 ，OK， 好。台湾不用调，你那边会议不用调了，你们不用调，只是美国的这边的时间啊调整。对
加拿大是不是有奖啊？我不知道，我唔知加拿大，我是不知道。因为吼，即个讲到即个条吼，这是做十九比十二，无单去浪费钱，搁 make confuse。即个 one 的三十个九万拢无条，这 BC 三单前投票讲袂是歪条，到今年还佫无法度实现。one 的三十个九万投票投了，继续就是。迄年都改啊，都无改啊！我拢想想，这应该吼，无应该改这时间啦。你寒天人较啥物态，拢想想啦。你有改无改？迄日照诶，迄款时间拢想想啦。对啦，对啦。你美国有改吼？加拿大只可能改，但是萨斯卡就按无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应该要 research， 到底是他改认为说。可能 productivity 啦，或怎么样，大家会比较好。差 actually 没有影响 ，actually 没有影响。但是无差。我伫 Saskatchewan 无改的时候，嘛生活真好些，阿婆讲较省啊。是啊。阿婆不好意啊，你讲这都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嘛。对啊。对啊，但是我们这个小村啊，那我跟你影响啦。你光一改，我就直接时间就自动改了，我们手机时间都自动改了。在网上改，在网上改，没。那当然没办法改了，当然不改。当然不改，那较好啊。天哪！好像我们温哥，加拿大跟美国一起都有改。哦，你改啊？哦，做了，今天差不多了，好，拜拜，再见哈，拜拜，再见，拜拜，拜拜，See you next day， 拜拜。